派出的是。派出孟子坤。有请孟子坤。现在所有选手的 VCR 已经录制完毕，只有孟子坤找不到人。现在是凌晨4:40。这个是要拍 VCR 的，不觉得你还有 VCR 吗？你为什么没有来录制 VCR？ 早上睡都没睡，就在等10点的飞机，结果他给我来个取消了。高铁抢票没有票了，下飞机我没有电了。你到底干嘛去了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事儿解决不了，节目也没法好好比。感情的事儿。你怎么看待这个节目？说实话很重要，可能因为有个导演跟我说，他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不上心，像一个吊儿郎当就什么都不在乎的人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表现得无所谓，其实我很在乎，很在乎，因为从小跟妈妈，我没有爸爸。他觉得音乐人当不了饭吃，我说我宁愿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分文不正，我也不愿意去干一些不喜欢的事儿，整天抱着钱。大家现在可能不知道我什么样吧。花花哥，可能这次我搞砸了。但我对音乐的态度很坚定，没有 VCR 的话，我想用歌声去证明自己。加油！我特别能理解你，完全的感同身受。我不跟你废话了，你直接唱歌吧。今天唱什么歌？流着泪说分手。好，听你的。走，狠心让爱这样到
情。